165页，编号108。啊，蹲姿势跟腱拉筋操。啊，步骤：踩站姿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屈膝成蹲姿，双手放在前面以保持平衡。是个人需要，哎，不是这样，它是两，我再念一次，踩站姿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。对不起，我们从头好不好？踩站姿，踩站姿站好，两只脚站好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屈膝，两只脚一起去，对，屈膝成蹲姿，你现在还没有到蹲姿，它是整个蹲下去，整个蹲到底下，哎呀，双手放在前面以保持平衡。他的脚跟是在地上的，我看到你脚蹲不下去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他是整个都蹲下去了。我知道。动作诀窍是个人需要手可扶靠稳固的东西来保持平衡。双脚的脚趾一定要朝前。你现在双脚的脚趾没有朝前。你现在脚趾没有朝前。没关系哦。OK， 好的。OK， 好吧。好。好，那你就站起来吧。膝盖压力很大。哦，这样好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的肌群，比目鱼肌，次要肌群是颈后肌、屈拇长肌、屈指长肌、腓骨长肌、腓骨短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一些肌肉问题？我做给你。知道那个，我刚才就想到这个动作了。我已经做下去了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小腿肌拉伤，奇怪，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呢？阿基里斯腱刮骨、跟腱刮骨拉伤，阿基里斯腱刮骨、跟腱刮骨炎，胫骨内侧疼痛，肌身后群刮骨，胫骨疼痛，小腿。疼痛刮骨，胫后肌肌腱炎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散步。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游行、竞走，配合练习的其他拉伸操是编号107。好，这第15章结束。好，先关掉啊。嗯哼。